屏东县李光雄部落山区是六队当中的优队，也就是闽南高速的发源地，是超过300年安居乐业客家庄。因为屏东县政府就特别用晚福做主题，担任丰收韩国感恩的心，替部落福安宫金八宫每祝福六队三百庆典圆满。红桥雨声为开闽南。在今年采取李光武六福安宫金拜，以搭车八公过去一年的庇佑，其中参加祭拜的神人，除了武六山区的居民以外，还有来自闽南各处的民众，用伊台展现客家追逐十年的精神。今日表现了人啊客家啊饮水思源的一个精神哈，啊人客家古老也来啊来祭拜来怀念啊人的发源地。希望这精神呢，是得。永遠安尼傳傳下，同安尼客家文化有好多延續，安尼幾感動。注意莫安尼三百人都三百人都多見，人有看到安尼。烏魯沙旗民眾表演露匕首，象徵要對一家親的意涵，也擺嘅烏魯十年祭典，除了傳達血脈相傳嘅深近意義以外。还个彰显客家敬天惜地的感恩文化，就是充满了客家乡亲的对于敬天谢地、对于祖先、对于土地、对于神明的一个啊敬仰。菜地来的力量啊，真有广文化一点，熟悉来的就啊客家最重要的部分。我们过去先人呢，他们努力哦，来打拼哦，好发客家先民开坛风范的精神。屏東縣政府預算12月26日將每台高速向東鎮同東平落莊，期盼萬福的理想，為六隊三百年慶典畫下圓滿的基點。客家新聞陳文年屏東報導。